大家好，我是艾丽莎莎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拍史上最烧钱的一个主题了，就是呢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，真正的那种金字塔最顶端的人是怎么过生活的？可是我身边呢，都只有那种十分之一的那种人，就是还没有那种一趴最尖尖的那种人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找九妹帮我联络到了之前影片里面有出现过的一个超级大贵妇，她今天要来跟我一起拍影片呢。就要请他来带我体验真正的贵妇在台北是如何过生活的，还有他一天三餐都吃什么东西。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先做了一些功课，我下载了一个 app 叫做 Menu， 那个 app 就是美食界的 Instagram 的感觉，然后里面就会有大家的食记，你如果喜欢这个人的食记的话，你就可以按追踪他。还有我们常常在思考下一餐要吃什么东西，然后你就可以点这个看我们附近有什么美食，连距离几公尺都会列在上面。所以呢，现在我们就搜了一些在台北超过1000块的美食，先稍微的了解一下，不要让贵妇觉得啊一个乡巴佬这样子。现在2:30了，我们就要去见那个贵妇了。哦，来了 ，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ina。那你讲一下你今天为什么挑这个店？它是澳洲来的，我平常来我都点那个皇后大早餐，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价钱，还会点一个这个巴西美碗，这也蛮特别的，真的。可以偷问一下，你今天带什么包包？对啊，这是新买的，又买，中国周年庆，很漂亮哎。它会很贵吗？蛮贵的，但是我忘记了。哇。好大，这个 yogurt 它本身是做无糖的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挖到底搭配底下的蓝莓夹子一起吃。然后这个 halloumi cheese 还有面包都要趁热吃。柠檬的话会建议挤在那个熏鲑鱼还有洛里上面做使用。什么 halloumi cheese？ 对对对。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cheese 哎，很好吃哦。然后还有这个洛里，小笨蛋，谢谢。够吗？吃。不要这么精。好吃的，真的在台湾没有吃过的口味。我做的就是这样。哦，你不喜欢洛梨哦？对，所以我会加洛梨。我也很好吃，真的。这家我要把它收藏起来，到我的那个 menu 里面。我觉得贵妇的眼光都很准，因为他们已经吃过各式各样的高级美食，然后最后才选定这家的话，那一定超厉害。那个什么巴西的那个，这是什么？石榴，我靠，里面有石榴果。相当的好吃哎，它里面好像有那个椰子的丝丝，然后搭配莓果，但是最画龙点睛的是那个石榴，因为我这辈子我真的没有在这种店里面看到有石榴，咬到那个石榴的瞬间就很像那个红宝石爆开的感觉。你真的很会选呢，厉害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刚吃完了那个早午餐，到微风新意，对，他说他要来消化一下。吃完东西就逛逛街啊。你觉得你等下会买吗？可能会哦，不然去 LV。 LV 看一下啊，他在挑包包，那一颗要12万多。好贵哦。你不用犹豫啦，我自己最喜欢这个。那我想要这个。好，那我好啊，那我帮你拿新的哦。开玩笑。我趁他在结账的时间，自己来潘海利根的店。我买一罐潘海利根，我都要犹豫个快要一个月。好香，黑玫瑰，爽！我终于买了，想了很久。好，我们 shopping 完了。你买了什么？买了一个包。我也买了一个香水。想要去吃晚餐。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吃晚餐吗？他挑了一间 U 凯哦，还是乌凯啊？乌凯，就是那个微风南山。我唯一上次来就是跟瘦子约会那一集。哇！我真的自己绝对不会来这一栋，我连走进来都不敢走进。我来到了我这辈子来过最高级的餐厅的，就是后面的 U 凯乌凯，知道 UKAI。你认真？认真。这是今天的食材吗？它有在动吗？有耶，这不新鲜的食材。新鲜ですね。はい、生きてますね。はい。まあ日本語で説明させて。はい。今日のあの夜の特別なメニューになります。まずはアワビとウニ、あとキャビア。牛タンはあの低温調理をしてあの台湾の今の新鮮なマッシュルームを使ったあの料理です。我刚看到这一家的价钱，我真的快吓死。
你为什么选这一家？因为这一家是全球第一家铁板烧送的起点。我只会看 menu 的评价，4.6 哎，很好吃，超高分哎。师傅都是什么日本人或是韩国人？刚刚讲了全日文。你看我们的盘子很重吗？浮夸哎。对呀，我也不知道价格，听你讲。我真心傻眼了，他刚不是不敢吃那一道吗？然后他们把它替换成松露蒸蛋，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松露本人呢，原来是长这样子哦。我平常都吃那个松露炖饭，然后里面看不到松露，一整片哦，吃下去，香，就是松露炖饭100倍的那个松露冲上来，对，超浓哎。第二道是牛舌跟综合野菇，牛舌。我靠，这个软度！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！其实我说真的，它这个牛舌如果跟杏鲍菇放在一起，我会分不出来哪一个是牛舌。它的口感跟杏鲍菇一模一样。对，咬下去有点 QQ 弹弹，可是咬到里面又有一点牛味，真的很像。这一道是龙虾跟龙须菜，这一道应该是我今天的 number one。那个龙虾味好鲜哦，真的。然后它在外面再加一些玉子，它的口感就多了一个脆脆的感觉，太好吃了。现在其实我们吃到已经大概都7-8分饱了，然后他给的牛肉面是超级小碗，然后很精致的那种牛肉，就3片薄薄的那个和牛，入口即化。刚刚我已经懒得录，他说你赶快录，这个很好吃。这个是芥末味的料哦，超爱芥末的。还有一个吃法可以建议你，就是用数字的方式，是一，然后蒜片二，黑胡椒三，它的整体的风味跟层次都不一样。哎，你真的很幸运。被那个味觉冲击到，因为真的一二三四味道都不一样，尤其是这一颗有辛辣味，所以最后有一个爆炸在你嘴巴里面的冲击。我最不想要加那颗哎。然后我们的点心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吃，太漂亮了吧！甜点来了，这是我的，这是苹果千层蒙布朗。听说它最有名的是这个戚风蛋糕，因为你吃了好多口。好吃，真的不会很甜，它的奶油是不会甜的，配那个核桃，哦，有轻松。哎，我今天的第一名排名是这个，对，我觉得好吃。我们都已经吃饱了，吃到饱到一个快不行，可是现在戚风蛋糕我们点了第二个，然后刚刚的蛋糕体是蜂蜜体的，现在给我们一个伯爵茶，两个都好好吃哦，很爽哎。然后加上它的那个坚果类，它做的很酥脆，不是那种很硬的那种，就整个配上那个奶油，怎么那么爽啊？刚刚不是吃主餐的时候一直说很饱吗？然后我们现在不会饱，不会饱，一直吃哎，怎么办？给我看一下那个金额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。现在吃完饭了，回到他的豪宅，他说现在要载我们到他另外一个家。Oh my god， 这个车库3辆宾士哎，而且都等级感觉很高的感觉。你说哪2台是你们家的？双门的。双门的。我真的傻爆眼。我真的超傻眼的。他这个转得很好啊。哇吼！谢谢小飞车。你好会开。强哥，拜拜！我完命了！好喜欢这里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的 ending 来了一个超漂亮的酒吧。因为我在 menu 上面就有看到人家实际说，这个酒吧是在台北夜景最美的酒吧。他也说，哦，我常来啊，我公司就在旁边。
我真的觉得你带我体验到一个新世界。我自己以前都是去信义区就往地下跑，就去夜店什么之类的，然后顶多去吃个什么一兰拉面。我今天发现好像贵妇的生活都会往上面跑，都不是往地下。对对对，你们完全不会去地下。那现在呢，大家如果也想要查查看台湾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的话，都可以用这个 menu。 然后最近呢， menu 它也有在举办一个 menu 吃货狂欢趴，11月27到12月20之间下载注册就有机会获得最夯的 iPhone 12 Pro， 还有 Switch， 还有30000元的美食金哦。还有在 menu 美食志上面搜寻艾丽莎莎，就可以找到宝藏箱，藏宝箱，藏宝就可以找到藏宝箱，获得额外的神秘礼物哦。开心吗？开心，我马上去下载。你有下载？好，然后如果呢，大家也想要去看他的 IG 的话，他就是之前九妹里面的那位璇，马尾女孩，没错。可以追踪我的 IG， 好，就在这。好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